很多人为了健康而不吃肉，但对伍维烈修士来讲，不吃肉是一个祈祷方式。放弃吃肉呢，那这种是一种的克己的工作。所以我慢慢呢就将我这份的不吃肉的那样东西呢就提升到作为一种的受小斋的行为，是为天主而做的，就不是为我自己。想听伍修士分享不同的祈祷方式，请留意今个星期的爱常传。